歼联合作战指挥平台通报，命令我部立即向运输司令集结到。我刚刚一路跟随发射单元到达作战阵地，在整个过程中，发射单元始终保持巡逻待战的高戒备状态。在战车的轰鸣和刺激的油烟中，我感受到浓浓的战味。歼三级通报，一架特种战区实施合作袭击，命令部立即组织防护，确保准时完成战斗发射。全军防护。